正是。来人，立刻出城捉拿叛军萧齐。将军，将军，叛将一说只是一面之词，豫章王屡立战功，怎会对大臣不忠？还望将军迎入大王，听大王的说法。您说的兄弟们，我萧齐被朝廷诬为叛将，我定会查个清楚。 王妃是无辜的，我身后的百姓也都是大成的子民。百姓，开城放人！请将军打开城门。这通缉令还在这城墙上呢，你想抗旨？将军，前方有大量兵马靠近城池。 萧齐果然有援军，果然有诈，被歼。